Yo，大家好，我是林栋。今天呢，是个阳光普照、阳光明媚、海阔天空。敢听哦。今天的这支影片呢，就跟往常的那些不一样好啦，没有所谓那些什么挑战啊，还是拍做有做没有啦。今天呢，就跟妈妈出去买菜，然后想到很久没有拍个 vlog 了。至于这个 vlog 的目的呢，还是一样有的啊。因为哦，现在他们听讲打了两针的人呐、就是可以在外面躺尸了的。我也不懂现在我们这边 JB 新山这个地区啦，到底有没有人是还在外面躺尸吃东西这些东西之类的，然后也不懂现在外面人潮是变到怎样的了。所以呢，我就想打算呢，今天就拍个 vlog 给你们看看一下，我们这里 JB 新山的世界变到怎样了，不然会变成 zombie 的世界嘛喂。这老实讲，我真的不好拍模了，就知道拍 vlog 顶一下了。哎，你们就看看一下了 ，Let's go。现在呢，就只有他呢是打两针的人了的，快点看。对。像我呢 ，Hello， 我第二针在17号哦。在我生日前一天，我们打了疫苗不可以喝酒，什么都不可以哦。这样子，今年就连我在我家自己庆祝生日，我都不可以喝酒了嘞。嗯。其实我很好奇那种餐馆啊，到底他们是有开放堂食了的吗？因为我看 Facebook 有些地方他们是已经是有开始开放了，可是还是有些是会有人不敢去，因为真的疫情太严重了。现在是多20天上下嘞，哇啦喂，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嘞。啊，其实外面的车辆呢，其实也是差不多了。这些，然后再看这个，那边爱美，那边弄。哇哇，这条路哦，以前每次出门的时候都一定很塞车，塞到很上面去的。现在这边真的是很少会有塞车的嘛。哇，我很怀念那种塞车的日子，懂吗？也不过应该是更加想念那种没有戴口罩的日子才对。要去到宿舍那边给你们看，我也不懂宿舍那边讲的。妈，很久没有拍 vlog 了，很贱没？啊，卫生。痛啊！你跟我们讲 hello 哎，你没跟我们讲 hello 到。Hello， 下午好。你给我们自我介绍。我是珍珍，林董的大妈。这样我还有二妈跟小妈，就是这样。哎，给我们看到这个人，这人就没看到了嘞。哇！以为有什么事哦？叫快门老板，你们看啊，这条有啊，有工标做啊，出来吃蛇啊，看啊。这个人教教我下来啊。很久没见到轮子哥啊，哇，他越来越帅了。当然那。然后今天拍 vlog 是拍什么了嘛？没有，也是拍爽了，没东西拍了。我们去楼下看看呢，因为现在疫情嘛，他们不很多人讲打了两针可以外面躺尸。你打了吗？我打第一针了。你是去那边躺尸看？没有，他们不讲两针还给躺尸没？啊，你跟他讲不要打针吗？哦，妈的，你给他。你多少针？哦，是哦，你看轮子哥教的，对啊，你们要屌屌哈，别屌啊。啊，今天看很多店，其实电器店啊，这些店是刚刚可以开吧，还是原本就可以开啊？这边衣服店都开了嘞，我楼下衣服店没有开啊。我是听讲啊，如果他们公司有申请到免疫，他们政府批准就可以开了。哦，申请免疫也可以开了啦。有些不批就没办法可以开了。要什么批？3P 还是4P？ 我刚才看到几个美女，不好意思，朋友，我说那样子。你来进去。哇，这个，哇，这个你看，这个是什么？不给我投影哦。咱们下去楼下看，看到楼下东东，我不能没有看过啊，看到那种啊 ，Facebook 啊，那种说的，还有 Be subscribe 那边 ，subscribe 那边 ，subscribe 那边。So please subscribe whatever。哇，这个我就不打汗了。让你有想念我们曾经拍摄的日子吗？有啊，想念哦。野外主持，野外主持，我外面有时候去抓娃娃机，去打球，打球啊，我老真的很想念，看，所以今天就来，刚来到这一带去找轮子哥来叙叙旧啊，不然家人突然不在了啊，什么就没有了。哎，这其实这边说出来这些卖吃的还是不有糖吃的哦，没有不可以糖吃，我摸完就不可以糖吃啊。我几乎看都是没有人要堂食啊，都不敢堂食。哎、欸，还其实放桌子一组哦。啊，是有，是不敢堂食。是哦，我觉得我们隔壁人
很怪，很有那个毅力，不糖吃就不糖吃，真的很棒，一个都没有，完完全全都没有，哇，哎，海底捞，然后我们也很久没一起吃火锅，也是很想念。我跟你讲，只要一解封，打完针真的疫情好了，我们一进来海底捞杀一轮了，杀到我们就这样，很健美。OK， 现在已经买完了。啊，现在出来外面买东西了，也顺便看一下外面的店面哦，它变得怎样了？我知道你们看这个 vlog 呢，有点乱啊，你们就迁就一下啦，我就乱拍，你们就乱看啦 ，OK？ 啊，我的江津冰没有了，真的很可惜，每次以前都会来这边喝茶的。哦，其实也是蛮安静的整条街，你看这边的 parking 都是空空的。哇 ，fuck 哥，哇，以前每次宵夜一定要来的地方，真的，这辆车这样厉害，也直接爬上去了。唐食的人真的我是没有看到有一个嘞，真的，我们街边人真的很矜持，很有纪律耶，知道吗？全部都是这些等打包的，看，我那个，哎，那是打压店来的，妈，打压店都一次了嘞，真的嘞，你看那种店，它有些是有摆桌子，我不懂是他们是摆是可能是他们自己收的还是怎样的啦，可是真的没有一个人来吃，我真的看到，我们街边人太屌了，我不懂你们其他的周的朋友有没有一样啦，不过真的。很这样子很棒，你看这边全部是冷冷清清啊，这种酒吧哇，以前来看美女啊，现在没得抬着啊，要滴向上嘛。OK 啦，其实整个新山我没有拍整个新山啊，我老妹。其实我们这一带咧，苏沙这一带咧，也是想象中差不多这样啦，因为我脑里面想到可能很多店没有开，可能有些店有开，有些可能有汤食，可是我看到会让我蛮惊讶，就是看这一些啊，没有放桌子的，是完全没有开放汤食的。其实我觉得这个做法也是蛮好的啦，可以打包，可是没有汤食，因为避免那种感染什么东西之类的嘛啊。OK 啦，就打包回去就这样子啦。其实 vlog 也是很普通啊，没有什么很精彩的东西啦，你们就随便看啦 啊。这边也是啊，它完全是没有开放堂食的，就是只有打包服务吧。刚刚曾经这边每次晚上很热闹，很多人的，但是我们现在日子其实还可以回到。真的不懂，你正常日子几时可以回到？不过我相信每一个人呢，接完疫苗呢，啊，那个病情就可以慢慢控制住了。不过很多人就有那种留言，什么戒了还是会中什么东西之类的啊，一大堆啊，那种有的没有的啊。总而言之呢，有去打疫苗呢是最好的，好的啊，这是已经是我们现在最安全的一个防备了。OK， 好了，所以今天呢 vlog 就到这边了。我们不用来拍什么东西哦，真的很贱嘛！妈，今天又睡不够，整个人粉粉这样啊！喜欢的话，不要忘记订阅、赞、分享，不要忘记打个小铃铛啊！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